来我们要去的酒庄呢，它是一位意大利人开的酒庄。那么这个酒庄呢，所有的建材都是直接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搬到美国来，而且花了2年的时间下去做装修。整个酒庄呢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呢曾经获得呢世界酒评家评分100分的葡萄酒，总共他那里呢就有4支哦，非常的好喝。那等一下呢 Miki 呢就带你们到里面深入酒窖去品酒。